就等一下会有什么活动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交换礼物吧，不然把小朋友交换走好了，我们二换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特别来到桃园参加牛宝宝的聚会。然后为什么要特别来桃园那个地方啊？因为我们牛宝宝的群组啊，就是不止台北的妈妈，就是有全台湾各地的妈妈，所以很多人都是搭高铁啊，或者是搭我搭飞机，就是大家就是约在这边聚会这样。那我们等一下就要去见网友了吗？对啊，这边是见网友，都没有见过他们，然后聊天聊了大概一两年，所以还蛮期待的。从怀孕的时候就开始聊了这样。真是奇怪的群组，蛮好奇怪。我不想。是圣诞一家，真的太华丽了。那怎么办？超小，位置不够，在厕所。弟弟的那个很可爱的吗？上山了，上山了。但是我忘记戴他的帽子。谢谢你的礼物，谢谢。啊，谢谢。我们也很胖，很胖，很瘦。谢谢。你还有其他的吗？像你那还想单点的啊？就等一下会有什么活动，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交换礼物吧，不然把小朋友交换走好了，我们二换一。他叫什么名字？佳佳。他现在多大？1岁12天。确实。有什么特殊技能吗？有什么特殊技能？很会落泪，然后挂一滴泪在这边，很会装可怜，很会装可怜，因为眼睛很大，然后泪水都可以就是框在这边，这样让人看得很心疼。耶，你们耶。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拽拽，拽拽，拽拽的拽，拽拽。他多大？1岁5个月。1岁5个月。嗯。他是6月底生。叔叔 kiss bye。kiss bye。哇。什么名字？他叫瑞恩。瑞恩，他现在多大？1岁半。1岁半。而大家都差不多大。对啊，牛宝宝。你要 hello 吗 ？Hello。要 hello。Hello。眼睛。眼睛。对，蛮特殊的技能。你在打招呼是不是？他叫什么？米宝。米宝。嗯，米宝。他多大？他现在11个月。11个月。拍拍手，拍拍手，耶、yeah, ，好开心哦！拍拍手啊，好好吃哦。观察一下。我们等一下会有什么活动？等一下应该有交换礼物。可是我其实很努力在记大家的名字，因为太多了，我记不太住。我们今天这个活动是我们算是网聚吗？还是？对啊，我们第一次约出来见面。赖上面的群组。对啊，因为我们是牛宝妈妈的群组，然后已经聊天聊很久了，聊了一年了这样子。那你们今天准备什么礼物？我今天也不知道啊。阿Q， 你准备什么？没有，那是宝宝的餐具组哦。对啊，特别去买的，对，特地拿出来送大家的。你会觉得他们两个长得有点像？你转过来，眼睛好像蛮像，眼睛很像啊，然后脸也嘟嘟的。从小就开始夫妻脸，跟他们两个好可爱啊，很在玩呢、啊，那边也配对成功，可爱，哇，真是棒！莱姆看镜头，莱姆看镜头，他叫什么名字？莱姆，莱姆。小莱姆，拿一个，拿一个，拿一个，好不好？好，妈妈拿喽。睡觉了。
这个吗？这个好不好？好。好。那你打开。苹果的。请选一个。一个啊。好。小姨。小姨。这个女的。礼物，圣诞快乐。谢谢。蓝色的。对。接下来是谁？最后一个，你的内裤跑出来了，快点，要上镜头，快点，赶快来，要偏偏脸脸，来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一个哦，一个，一个，一个，哦，好，好，那个，现在抓手吗？想哦，小敏的，小敏的，哎呦，耶，圣诞快乐，谢谢，拜了。抱着，好的，爸，拜拜。啊，不选一个，选一个，一个，拿，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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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哎，拿到两个，选一个，选一个，好，他自己丢，他自己丢回来，应该不会抽到自己的礼物吧？不会吧？哈哈哈。拿蛋蛋，拿蛋蛋，拿蛋蛋，蛋蛋应该是那个的哈。这是我们的。哇！哈哈，超好呀。抽一个，拿一个，来，好，哎，这个多个了，圣诞快乐，耶，谢谢，我好，买看看是什么，好不好？马上看，我叫你也想要礼物，拿一个，你要哪一个？一个，哦，你拿两个，啊，不是吃，哦，我抽到，对，秘密，我抽到你们的礼物了。收到我的礼物了，最大盒子，好棒，我比你还高了。哎，结果我的礼物是最后的那个。娜娜，我是阿总，你可以一直都是娜娜，还有筷子。给妈妈看。你配合一点嘛，配合一点。一二三。有哎有哎，再一个。我想好了，我要晶晶，好笑。那他现在会讲什么单字了吗？还是都没有？还好，他不太愿意。爸爸妈妈也都没有。妈妈、爸爸这样子。一个字，爸爸、爸爸这样。不会明确的讲出来。快点，快点！每一个都是这种设计，太重了。我手好酸哦，我也手好酸，好重哦。好，我们今天牛宝宝的聚会就到这边结束了。今天很开心，就是有交换礼物，然后还见到很多，就是聊了一年多的网友。今天就是个见网友聚会，虽然说我也没有跟他们聊，我就只是被拉过来的。家属。对，然后现在小朋友都很累了，我还在那边本来要睡着了，被抓过来在拍什么 ending， 真的是哦，哎呀。好，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那请大家就多多支持我们频道喽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有任何问题也可以留言跟我们说，我们都会回复的哟。拜拜，大家拜拜。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麻烦大家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那也可以关注我个人的 Facebook 粉丝团或是 IG 哦，大家拜拜。